深读一分钟，你的健康深读馆。听说补充雌激素会导致子宫肌瘤、乳腺癌，关于补充雌激素，陈独军科普三件事。第一，雌激素不是你想补就能补的，只有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才可以补充雌激素：雌激素水平确实低，而且没有子宫肌瘤、乳腺癌这类跟雌激素密切相关的疾病。如果这两个条件不同时具备，补充雌激素很危险，很可能会招来肿瘤哦。第二，剂量要合理，雌激素过量会有发胖、恶心、呕吐、水肿，甚至股骨头坏死等副作用，所以补充雌激素的剂量是关键，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用药哟。第三，要抓住最佳时间，从开始出现更年期症状到绝经后十年内是接受雌激素治疗的最佳时间。深读是个宝，常看身体好。